富邦发动快攻，再回给 Lopez 单手灌篮。所以这个球容易弹进去。那回头再看这次一个快攻哦 ，El Baron 他的一个跟进的速度很快，拉近快速的推进，前面再找周瑜翔走底线，撑上去，整个打法跟球风啊，真的跟拉邦非常的类似。Too strong, too fast， 找到他们的节奏。林冠伦进去的转身，谁的球双球后进？哦，后面 Brad Davis 把球塞回去啊！海滨这边是没有犯规的，给了林冠伦外线做尝试。哦，林冠伦要说有点错，快乐教主太快乐了。所以一分十秒。林书伟再给小柳做个加晃，底线出现空档，三分球进。然后同样是林书伟送出了这次的助攻哦，一个假动骗起了对方之后，直接拔起来出手，而且两边的边陲地带是